从来都是我听你的，你就没有听过我的。不过今天，我要表示感谢，请你喝杯茶，明前茶，请。我不喝，我不知道你这个杯子洗没洗干净。哎，这个杯子是你专属的，你不要看我家里四个杯子一样，但是这个杯子从来不要给别人用，只属于你杨淑华。 还是回医院去喝哦。哎，慢点走啊！米嗦啦米嗦啦嗦，别唱。爷爷，我能不能唱倍儿爽？什么倍儿爽？唱给你听啊！阿姨哦哦哦，阿姨哦哦哦，就这个 feel 倍儿爽！阿姨哦哦哦，阿姨哦哦哦，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 阿姨哦哦哦，阿姨哦哦哦，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好，你知道现在唱倍儿爽和以前唱倍儿爽有什么不同吗？以前你唱倍儿爽就跟个小姑娘似的。阿姨哦哦哦，阿姨哦哦哦，很不好。你是个男孩，现在你唱的就好了，好在哪儿？它有力度了。阿姨哦哦哦，阿姨哦哦哦。 这多好！你知道为什么你有变化吗？就是你跟着爷爷踢正步，啊，操练有关系。你说每天操练好不好？好。愿不愿意？愿意。你是男孩是女孩？男孩。长大了想当男子汉吗？想。想有力量吗？想。想吗？想。好。从今以后，天天爷爷领着你操练啊！妹妹，来。 你们屋那个天灵罐罐有时候使一下，拿楼顶那废品去。行，真怪可惜的。哎，等会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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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是？哎呦，你爸是您病又犯了，该吃饭不吃饭，领着你儿子在那唱军歌呢。你看咱那儿子小一半挺的，倍儿直。那必须随爹嘛。那咱家以后也得继续化训练。行，我看行。端菜。 端菜也提着正步走，吃饭吧，大爷。二，一，向左转。下一个目标，餐厅，任务，吃饭，齐步走，日落西山。小伙子啊。 哎呀，这哪能那么便宜呢？啊，我这一堆瓶子呢，啊，不能那么便宜！你看这口，这口一点都没有破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不能那么便宜啊！再加点啊，7块，7块啊！阿姨，都像你这样，我这买卖要亏本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再加7块啊！你数数，这总共多少钱？哎，阿姨您真会做生意。哎呀，来，行行行行。 哎，给，李大姐啊，您卖这个瓶子呀？啊，师傅，你看看我这皮衣。哎，小伙子，旧衣服还收吗？除了枪炮子弹、航空母舰，什么都收。哎呀，那新衣服收吗？当然收了。哎呦，那行，你等着我，可别走啊。哎，你看看够多少钱吧。 这还有一件呢，这冬天穿上多抗风啊！你看，皮的。那您打算卖多少钱呢？一千。成交。真的。 你拿好。哎呀，谢谢啊！哎呀，哎呦妈，怎么了这？小曲儿都唱上了。
哎呀，东子啊，以前妈觉着你还在上海这地儿啊，真的挺困难的。可是今天啊，妈觉着没有那么多难。哎，回头让那个薇薇啊找妈一趟啊。怎么了？这不会是更天期犯了吧？太吓人了。瓶瓶罐罐的，咋能值这么多钱呢？啊，去，来，儿媳妇，收着。玉玉妈，干嘛呀？这不过年过节的，你这样我心里没底。薇薇呀，你给妈买衣服呀，还真的挺高兴的。应该的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咱这钱可不能这么花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妈有衣服穿就行了。妈老了，不需要那么多衣服。你们孝顺呀，也不在这个时候，听见了没有？啊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这一千块钱呀，给你，叔叔，还给你赚了200呢。给。什么呀？是什么赚了200？哎呀，你忘了。你跟那个小东给我跟你爸买那两件衣服不是800吗？啊，这是1000。叔叔多了200。妈啊，你把我给你跟我爸买那衣服买了。高兴吗你？可不是嘛！你怎么能赚了200？妈，你太有才了！跟你说，妈有才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呢。我平复一下，妈，太有才了！200块钱，这孩子，你妈呀，不是多了200吗？小东东，来。小宝宝，来来来，小宝宝，小宝宝，来来，别，
小宝宝，看着我，来看着我，你听我说啊，别紧张，他是这样啊，这个我们现在把这个心态放好啊，心态放平静啊，他是这样，我们换一种角度，换一种思维方式啊。你看，咱们给妈买的这贵衣服，对吧？妈她不是不喜欢，她肯定喜欢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她喜欢之后呢？她拿咱这个衣服，完了之后她给卖了，卖了之后她赚200块钱，在喜欢的这个上面，她又高兴了，对不对？这就说明咱们尽孝道，你知道吗？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，啊，千万别生气，啊，特别好，是吧？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，对吧？我相信你这么有理有据的口才啊，一定能把这事儿跟我妈解释清楚。妈要是来啊，问起那件衣服，说：“哎呀，那衣服怎么样呀？合不合适啊？王东、薇薇，衣服呢？我妈妈看看。”你跟妈解释去啊，你去。老婆。老婆，嗯，看哪儿啊？哎呀，我是看服务员来没来，我那个牛排怎么还没给我上来？你这么着急吃什么呀？看我干嘛呀？看那儿。啊？哦哦。那个天德啊，经常到医院里面去看那个看我们家老陈，哎，柳大夫就是那个老陈的主治大夫，啊，咱们也不陌生了啊。嗯，哎呀，我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，我也是第一次做媒人。那这样，那个我先说一下柳大夫啊，你看模样好啊，那个。品德也好，医德也好，是三好同志。谢谢杨主任。那个天德吧，人品好，那个脾气也特别好。你别看他那么瘦啊，他那个身体也好，也是三好同志。三好，三好。上学的时候还是三好学生嘞。那个儿女都在国外做生意，那家庭情况也挺好的。我跟他是老同学，现在又是老邻居，应该是知根知底的。嗯，你们可以那个接触接触啊，在一起聊聊。说了，那个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个人好好相处了啊。我们把杯子拿起来，拿起来杯子，那个以饮料代酒啊。我祝那个漂亮的柳大夫，还有我的老同学那个天德，相亲成功啊！我盼着吃你们的喜酒啊！来来来，来，谢谢杨主任。
呀，医院里面好像还有事情要叫我回去呢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那个时间还早啊，不急着回家，知道吗？啊，多聊聊，知道吗？哎，那大夫，那我走了啊。哎呀，那杨主任，让您费心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那个你们好好聊啊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杨主任您走好啊。他跟你玩啊，他俩是你的朋友，你快，你还哭什么呀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输了？不许哭了，听爷爷话。再哭，爷爷不喜欢你了。听爷爷说啊，一个男子汉，输这一次不要怕，你哭什么？你要想办法赢回来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你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这是一个游戏，对，没关系。对，就这个游戏，输就输了呗，哭什么？跟爷爷说，你们想不想赢大牌他们？想。好，那咱们就跟他去掰手腕。掰手腕？对呀、啊。我可赢不了，他那么胖那么肥，而且力气又大，肯定赢不了。爷爷是谁呀、啊？军人。对，爷爷有计策。哦，会学兵法。对。对，爷爷会兵法，我们跟他下战书去啊。走，他哭。对，他哭，走走走走走。我们杨主任说，你和我们杨主任是同学是吧？是的。那是什么同学？是小学呢，还是中学，还是大学呀？一直。你们一直都是同学？是的。哎呦，哎呦，那这种感情真是太难得了。哎呦，好让人羡慕，真是应该好好珍惜哈。是的。我真佩服你。你知道，其实我们杨主任吧，他人特别好，可就是他的脾气特别暴。他要是一发起脾气来，搂都搂不住，所以我们医院的人都知道他在我们医院可有名了，都特别怕他，对他一般都是那个敬而远之。那像您这样这么长时间还这么好的，基本上都没有，都躲着他。柳大夫，啊，话不能这么讲哎，淑华脾气不好。那是他的优点呢，啊！你居然说淑华脾气不好，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淑华。哟，您还敢喊他淑华呢？我们都不敢，我们都毕恭毕敬地喊他杨主任，我们就怕他生气。那看来您敢喊他淑华，肯定是你们真是特别要好，而且你特别了解他，特合得来吧？当然了。我跟淑华什么关系啊？老同学、老同桌、老闺蜜了。对，刚才说了是三老。是的，我对淑华绝对是知根知底。淑华她脾气是不好，她发脾气是因为她
精益求精、认真负责，眼睛里不揉沙子的。他发脾气是因为他直率、热情，对工作、对他人都高度的负责任呢。淑华他脾气不好，那是因为他拿你不当外人呢。啊，他对你生气，他对你高兴，哎，说到底他真心为你好，你晓得吧你啊？哎，淑华脾气不好，淑华发脾气怎么了？我个人认为，淑华发脾气就好像医生给病人看病啊，对症下药。你看淑华就喜欢跟我发脾气。哎呦，跟你也发脾气？当然呢，哎，我愿意让他冲我发脾气。你不晓得，他冲我发了脾气之后，哎呀，我就觉得神清气爽，连着好几天我这个精力非常的旺盛。这么跟你讲吧，淑华要是能对你发脾气，那是你的福气。嗯，开始，开始。第二轮。小杨，让我来。来来来。就你也要来啊！哎，来来，把手拿去，听口令啊！预备，加油！开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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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第三轮谁上啊？哎呀，女将好！我是男将。来来来，听口令来。集中，预备，开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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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来上我这儿来来。下面我们是不是赢了？赢了吧，默默，高兴不？来庆祝一下，来！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太让我失望了，你们两个。听爷爷讲啊，咱们这次为什么能赢吗？以弱胜强，这得用计谋，动脑筋啊。古时候啊，有一个故事叫《田忌赛马》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听懂了吧？你把那帮小朋友都喊过来，爷爷给你们讲一讲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。快去！我才不去呢，他们三个人都是些坏蛋。什么来的大坏蛋？这不就是玩游戏吗？都是朋友吗？小朋友吗？啊，心胸大一点，将来才能当大将军，懂吗？快去听爷爷话。大胖，还有你们两个，要不要去听我爷爷讲兵法呀？来，坐在这儿，爷爷给你们讲一讲啊，什么叫这个战略和战术。想当年呢，在宋朝的时候，民族英雄岳飞大战金箍珠的时候，就是用了这个战术。这个战术叫什么呢？对，田忌赛马。对，这个我老记不住，他就是田忌赛马。当时金箍珠带领着500万大军，哗啦啦的就把城围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冒昧的问一下，就你的孩子对你打算再组建家庭，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哎呦，这个问题我没有跟孩子探讨过啊，但是我个人认为我的孩子很开明的啊，估计不会反对吧。那就挺好的。嗯。哎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那既然孩子不反对的话，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您都一个人呢？为什么不早点找一个伴儿呢？啊，哎呦，这个问题让你问到了我的痛处。哎呦，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找？哎呀，不知道讲好还是不讲好啊，肯定是有原因的啦。我还是很想知道，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？我可以告诉你。
但是你不要害怕呀，是因为我有病。不会吧？不会的，刚才我们杨主任亲口说的，说您身体很好啊。是啊，我身体好，好得不得了。我是心里有病，外表是看不出来的。哦，那什么病呢？你真的想听啊？当然想。我讲出来你不要害怕哎。我是当医生的，没事儿。是这个样子，由于我一个人单身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想一想，我和一般的人就不太一样了。这个内心有一点变态，精神上有一点扭曲。哎，医学上应该叫什么呢？叫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我属于精神病患者。精神病？是吗？是的。那你是属于哪一种呢？这种，晓得吧？我这个精神病属于这个剥橘子皮强迫症。龚老师，你真的是挺可爱的，难怪我们杨主任也那么喜欢你，跟你交朋友呢。你太幽默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医这么多年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剥橘子强迫症的呢。你也有病吧？我怎么了？我这个病叫剥橘子皮强迫症啊，你那个病好像属于恋爱强迫症。哎呦，我才没有啊！不可能！你说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一直一个人，但是我就没有你刚才说什么扭曲啊，什么那种状态，因为我每天工作都太忙了，回家都累坏了。我没有，我就想找一个人好的就行了。你还说你没有病？哎呦，你能跟我坐在一起，你就有病了。哎。真没想到我们两个病人坐在一起，哎呀，你有病我也有病，你是那个强迫症，我是这个强迫症，我们俩加在一起真是天作之合耶。哎，这个橘子很甜的，恋爱强迫症要不要尝一尝？来来，我看你是有病，而且病得不轻，你不应该在这儿，你应该去精神病院。神经病。对，你终于了解我了哈，我就是神经病的。谢谢。来的时候刚刚好。哎，几分熟的？七分熟。太好了，要是五分熟我还下不了口。哎，这不是杨医生吗？哎，杨大夫，你回来了。什么事情啊？是有事儿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女儿说。这不，你回来了，就跟你说了。杨大夫，我麻烦你转告一下，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啊。免得大家伤了和气。这么严重啊？伤了和气？什么事情啊？到底？我不是住在你女儿家楼下吗？这你知道的。这两天呢，从早到晚。一会儿砰砰砰，一会儿哐哐哐的，哎，闹腾的我们觉也睡不好，还有的时候还嗷嗷的大叫，你看看这事儿啊，哎，再加上来，我们这个楼啊，隔音设备也不好。杨大夫，麻烦你跟你女儿说一声，让她消停消停吧。就是啊，实在太扰民了，我住在她家隔壁都听见了。杨大夫啊。听说你爱人心脏病不好住院了，哎呀，如果这楼再这样落下去啊，我也快不行喽。这样，我去问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不管怎么样，我先赔个不是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然后我去了解一下情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刘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都不好意思啊。不是长期没完呢，你怎么就走呢？这老头追我。
亲亲，我来了。阿婆，我学习很累了，学了很长时间了，再还不让我出去玩。这才刚学了多一会儿啊。那个，去玩吧。啊，那个注意安全。好，我以后最好爱死你。拜拜，对对对。哎，你回来，站住！哎呀，站住！老王，亲亲母，我这教育孩子呢。老王，你坐下来。干啥？我有话要问你。哎呀，亲家母啊，快，赶快喝水喝水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跟他爷爷正在那监督佳乐学习呢。孩子们确实不要疯玩，那个学习是得要抓紧一点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都上心着呢。亲家，不，我想问你，你跟佳乐在家里面玩什么呢？那个我一进小区，邻居就开始跟我提意见。楼下的那个老刘说他心脏病要犯了，说他要打电话报警，说要告你扰民，怎么回事啊？这真的啥事儿啊？我就是带着孩子运动运动，怎么我还扰民了呢？不，你们城里啥规矩啊？啊，我还成了被告了，我还犯法了呗？哎，你带孩子玩，对吧？你哄孩子开心，那肯定不是犯法。但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你动静闹得太大了，声音太响了，你吵得人家啊休息休不了了，你这是不是就不对了呢？还有，说你跟那个佳乐现在什么搞军训啊，什么什么穿着军装121这么踢着走啊？对呀，我现在每天就带他玩军训，我们还实地演习呢，你知道吗？孩子玩得可高兴了。对对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那个。什么演习啊？军事演习啊。那你怎么演习啊？就是我是好人，你是坏人。我来打你，我来追你，我来消灭你，歼灭你。然后呢，我还告诉他什么？太危险了，知道吗？不危险，我教他战术，什么游击战，知道吗？这个36计，什么走为上啊，什么暗度陈仓啊。亲亲，不，这多危险呢，很危险的。这玩个游戏有什么危险呢？妈妈妈，是这样啊。这个孩子自从这个受了这个军事化管理嘛，这各项指标啊，什么体能啊，什么都上去了，我这不我觉得挺好的。这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不管什么，亲家，我觉得安全是第一。你说你这样玩，我觉着孩子会不会磕磕碰碰啊，伤着什么？你想过没有啊？对对对，我们以后注意啊。不是一个小孩儿。尤其是男孩，5、6岁的男孩正是最野的时候，出去疯，你得让他玩，他高兴。再者说了，你说小孩在外头玩，磕磕碰碰，那不很正常吗？怎么很正常？不正常的这是？怎么不正常？你看我跟渊博带孩子的时候，就把他带得很乖，很听话，孩子，而且很斯文，最起码啊，我们一次都没有磕碰过。你看看现在，你看你。你来了才几天，你说说看，你为什么要弄得鸡飞狗跳呢？什么鸡飞狗？邻里之间，哎，人家没有向我们提过意见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我训练的这个孙子，现在肌肉发达，坚强勇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过去这个孩子就是太斯文了。你说一个男孩，你让他那么斯文干什么？啊，磕磕碰碰，小男孩哪不磕磕碰碰的？你说，就说东东吧，啊，小时候三得上房。不是老王，你要这么说就不对了。我觉得你一点都不虚心接受意见，危险，你懂不懂啊？哎，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，怎么那么累呢？我说了半天就是想安全第一，对不对？你过来干嘛？过来就是照顾好佳乐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你让他是受了伤，你不能够照顾好，我觉得你可以不要照顾，你可以走的呀。为什么了？我讲话怎么那么累的了？跟你说话真的是很累的，跟你说你又不肯虚心接受。不是你啥意思？你让我们来我们就得来，你让我们走我们就得走。不是，你带不好孩子干嘛？你怎么知道我带不着孩子呢？我是他爷爷。你是谁呀？你是村长啊，这村支书啊，啊！你还想熊瞎了打了一仗？闭嘴！这不是老王，你这样子就不对了。你还想熊瞎了打了一仗？你怎么的？你想一手遮天呢？啊！我没有想要你。你是谁呀你？我没有想要一手遮天，我是人家因为跟我提了意见，我是不是得来跟你说一说？什么叫你愿意来就来，愿意走？
走就走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刚才你怎么说来着？我怎么说？都弄小时候，什么流点血没有关系，现在就一个孩子，凭什么要流点血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谁呀？别忘了，我是他爷爷。我是他外婆。看你让薇薇啊，给我们老两口，你看买的那个新衣服挺好的。那个衣服合适吗？喜欢吗？喜欢喜欢。那你为什么不穿啊？哎呦，你说我这一天干这干那的，我怕穿脏喽。新衣服买来就是穿的，你说你要不穿的话，你搁着搁着不就搁旧了吗？啊，合适吗？哎呦，合适合适，哎呀，太合适了！你说我们老两口都老了，你这瞎讲究啥呀？啊，哎呦，这有衣服穿就行了。话不能这么讲，你说一身好衣服，那说明一个人的品味，对吧？你穿的好一点，你走在马路上，人家一看呀，你就不是一个层次。其实呢，我觉得。年龄，跟你的气质是毫无关系的。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我就觉着越应该打扮。老王，啊，我又要说你了啊！啊，说。你看我们亲家母，这五官，我能看出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肯定挺漂亮。那当然了，村花年轻的时候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还是村花。你看你穿衣服好看，我老伴穿啥都好看，什么牌子不牌子的，一样。五块钱的衣服那也跟500块钱似的穿上，身材好啊。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看还有腰。我觉得你妈妈，你看那脸上，我觉得跟你爸爸可能特辛苦啊。啊，脸上还有褶子喽。谁没褶子？快像菜花了，你说还说你妈妈是村花，当然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不心疼老婆。谁说我不心疼老婆？那你说你给她买过衣服和化妆品吗？当然买过了，以前是买嘎了油，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好了，每次我到县里头去，我都是给那个买那个名牌，大宝 XODD， 我每次都给她买呀。什么牌子啊？那是名牌啊。名牌你都不知道，大宝还能从滴滴你都不知道。亲家母，以后不要用他那个牌子。以后我没事儿的时候，我陪你逛街啊，我给你挑衣服，从头到尾我给你捯饬一番，爸，然后找回他要的那个什么村花。你不捯饬他，在我眼里头也是村花。
外面买的那个衣服你穿过吗？好看吗？去试一下，我看看合不合适啊。不用试，好看，我们都试过了。是啊，不是去试一试呀、啊？来试试，拿出来。要不，那挺麻烦的，不试了，去穿，去穿。今天让你试，你就试试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就试试。老王，你把你的那个皮衣服也拿出来试试，我看看那个你穿一身皮是什么样子。在你的怀抱里找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，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，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，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找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，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，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，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